此因其三智九众生所众精气尘开第一智门，掌上明智光说大千世界，智慧因力吉祥云中，为愿菩提故众生做大正明功德，大悲大愿大圣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境界上，高丽天宫神通平地，如是我闻你是佛在道理，为目所法而是十万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即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无作是现不可思议，他自为神通之力，摇护刚强众生，诸故妖化各千世界，闻讯是真实，是如来含笑，黄百千万亿大光明，所谓大圆满光明，大慈悲光明念，大智慧光明念，大不劣光明念，大善美光明念，大吉祥光明念，大福德光明，大功德光明，大皈依光明念，大赞叹光明念，黄诸十等不可说光明念，有此种种微妙之意，所谓檀波罗蜜、十波罗蜜因、禅地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因、禅波罗蜜、波雷波罗蜜因、慈悲因、悉受因、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十字佛因、大十字佛因、云雷因、大云雷因、出入十等不可说不可说因、沙婆世界及他幻国、有无量一天龙鬼、一即大道立天王、所谓十天王天、道立天虚愿梦、多塞陀天、化罗天、他化自在天、万众天、万福天、大万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明天、少尽天、无量尽天、边尽天、不生天、无碍天、光佛天、无相天、无幻天、无漏天、善见天、三现天、所究竟天、摩性色罗天、乃至回向回回向处天、一切天中通中归圣等俱来即为忽悠他幻国、即萨婆世界、海神将神、河神、书神、三神、地神、传作神、妙家神、周神、烈神、空神、天神、阴司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忽悠他幻国土、即萨婆世界、诸大鬼、所谓欧姆鬼、胆怯鬼王、胆惊悸鬼王、胆太乱鬼王、心病鬼王、受度鬼、痴心鬼王、不离鬼、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而是释迦牟尼高文殊师利华王之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即天龙鬼神之世界他世界，持国度他国土，如是今来即非道道立天座，如是是佛闻之师利般若，是真若以我身力清净者度，不能够知佛高文殊师利，无以佛眼观故，有故今世此界是地藏菩萨救愿解，以度当度为度，以成就当成就为成就，闻之师利般若，是真无以过其就修成根，真无碍之闻佛说，即当心所消过程，天龙八部即未来是诸众生根，随问如来真实之彼化一佛说是定说，为面心方为念时，供述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则何行彼佛，而能成就不是一时，佛告闻是时，彼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刀马之为三世为真，一物一事则一恒，一恒何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生一界，一界之内所即成实，今从为界地藏菩萨真实地国为义，前辈多以上义，佛光地藏菩萨在上闻彼之菩提，闻是时利持菩萨为善事，不可思议多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恭，乃至才华过罗书记行善，时人当多百万生一善事禅，永不多偶道，闻是时利持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其久言不可说不可说解，身为大藏者知，时时有佛号，是知闻心即诸万行土，是藏者是见佛相好，前呼庄严言闻彼，作佛恒言而得之，
是顺则分心，记住万恒土，高丈则正义正死生，当即就言嘟嘟，一切受故众生，闻是实力是丈者，应化言言我精进未来及，不可及及为是最古六道种，黄手黄边金令邪，而我自身黄正佛道，一世一皮佛见第四大，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舍见，三位菩萨有你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世有佛好业计划定制在望如来，彼佛说明是百千万亿阿僧祇劫，香花之中有一佛罗文，似乎身后众受情，心处作我诸天为，其目心邪常心生，此时生离光受光，前六其目临身正见，而此你目为全省心，不救民众浑身多在无间地，是婆罗门你诸目在此，不信因果即当水，彼身而起水卖家子，光秋香花即诸公，提现佛大师大信奉，见解花天自在万古，即心相在一时中，俗话为容锻炼彼，是婆罗门你站立尊荣，别身尽量是自怜，不命大劫即力劫之，若在世时我目视，当来闻佛彼此是说，是婆罗门你垂泣两眼，瞻念如来无闻空众生，即作神力无智别爱，无尽是如母之起处，婆罗门你合掌相空，而不空也是我身，还我有离我自是目已，昨夜一念无智苦，诸目神皆是空中有尘，再报你愿我是如舍站立，过去皆化天自在妄如，见如一目别一常心众生子，古来告示婆罗门，闻此声已即生子菩，直接皆生左右菩萨，两救方式而可供，愿我持名是说我目生，我今身心将是菩萨，世界化天自在妄如，高僧你也如供养，但造凡所端坐是为无自理，即当诸目所生起处，是婆罗门你心力薄，其归其所依一目，端坐莲皆化天自在妄如，今日惹一夜不见之身道一海，其水永为多诸佛说，今后铁山贵州海上，东西处处见诸然之你人，百千万世出没海，别之恶兽真气势，有见也杂七心果，佛多数多言多智多多口牙外出，敌人如见其主罪，是今我说福之果戒，多智相救其心怀，不甘就是持婆罗门，一念佛力不自然无尽，有一鬼王名业无，其说来一本圣理，三在菩萨不愿来，持婆罗门你问鬼王，此时何时无度得，此时大铁为山西面第一重，神你问也我问铁为止，第一在中是事实，无度大也是有敌，神你问也我今因何得报已，无度大也都会为神，其实也理会是何时，从不能到神你有，此生火焰而难用，多次罪人记忆无数，无度大也是誓言不敌，造我众生心思自责，心思是旧日，无人即时为做空，就把古兰神是有误伤，当即本列所感敌，自然先度之海，海共十万有心，悠悠一海其故别，彼海之东悠悠一海其故不别，三里欧因之受造，公号一海其处时，神你有闻鬼王无度，第一可在无度待，三海之内是大敌，其实百千孤独草，所谓大者即有时，只有五百孤独，只有千百亿无量，神你有闻大鬼王，我目视来为救菩萨，浑身当知佛去，鬼王闻神你，菩萨之目在身西后行礼，神你大爷我目邪见，即会三宝受过斩心，心有不尽是罪之见，为之神之无度为，菩萨之目心是何，神你大爷我护我，即婆罗门中护法失落神，母号也比例，无度何杀其菩萨，愿圣者皆万本主，无知有意别人也敌你罪你生天意，仅仅三日因成孝顺子，为目所共修福，不是皆化天自在王如来法，巍巍菩萨子，多多第一因是无见罪，持日悉得受，即通神即归王眼，合掌我对婆罗门，寻日蒙归无次时，便利皆化天自在王如来他相持，离弘誓言愿我今未来，因有罪苦众，王说方便是令邪，佛告闻是时，是归王不度者，当今才说菩萨时，婆罗门你作即地藏菩萨时，浑身即为病敌，何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舍无量阿僧祇时，所有地狱诸分身地藏菩萨，即来即在道立天，一如来圣地不可
可以方便一族多些多从一到处一共有千万里哪有他数同吃香法来供养彼此同来等接引地藏菩萨教法永不退转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次中等九愿解流浪生死六道走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生死缘故各个国即知道理心怀勇赞扬如来目不正何时时真实净手膜拜千万里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时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何作是言无一无作猴教化都是刚强众生临心调伏摄邪鬼持有一有三恶行无一浑身见白光说方便或有理闻即心说或有善勤虔成就或有安顿九化犯规或有严重无生尽量都是懂众生各个差别浑身独特或现难子或现逆人生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或现三年传年或之前经历记忆世界独特或现天地或现幻王身或现专论王或现即时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在乎身或现观世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毗湿佛菩萨等身而依华土慧干佛身独现其身如观无累劫尽故独特如是等南华刚强最故众生其有微调伏随业报应多多佛说大故事如当一念无在道理点因亲菩萨临沙婆世间知弥勒之事已然众生悉受解脱用力足故依佛所及而是指世界浑身地藏菩萨功夫以心体内来发起佛言我从九眼界广报皆因实话不可思议神即大智慧我所浑身遍满百千万里恒河沙石每一时皆化百千万里身每一生度百千万里人临归金山抛用力损失之内盘罗丹尼佛法所谓三十一貌一地一沙一尘或浩法我见土陀是或大威严时尊不以后是后也众生为都是三宝佛威严时尊不以后是后也众生为而是佛禅地藏菩萨三灾三灾无助如其如能成就九愿解花红十眼光度角即证菩提观众生业缘并地上而是佛母摩耶护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神作缘故众生造业差别说受报其实云头地藏大千万世界乃至国土佛有地狱佛无地佛有泥人佛无泥人佛有佛法佛无佛乃至神闻彼此佛亦复如是回丹第一最报应摩耶护人众多菩萨皆言闻一言无罪报所感多处地藏大言圣母为言听说我出所知佛母观愿生者是二十地藏菩萨本圣母南念菩提最报名如是多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我神奇回谤三宝不敬尊敬一当多一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敬尊常住天无神尼或戒坛自心云离或杀火团如是等辈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为作善心为沙门破用常住机关归依为被解种种造物如是等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破戒常住财无苦迷因此亦无乃至亦无不一起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地藏佛愿生母多有众生作诸是罪当多无见地求暂定故一念故得摩耶护人众多地藏菩萨名号名为无见地地藏佛愿生母诸有地在大地为三子其大地亦有一世法所持有五百名号故持有千百名智理无见地者其一乘坐匝八万里其乘准提高一万乘上佛及稍有空其一乘中诸异相名号佛别独有一名内无见其一坐匝万八千一乘高一千其实地为上火车下火车上铁索铁锅土火组织一将之东西欧洲一众有双遍满万里一人受罪时间其身遍欧万千万人受罪一国之间身满仇中一所断后报之有罪罪人便受众千八夜叉及一欧国压如见烟如电所护同抓脱业罪忽悠夜叉之大铁子同罪人生火众苦火众苦被抛空粉火之床上忽悠铁犯罪人目忽悠铁手教罪人敬拜自见膝下长鞭八手梗愁伤愁战阳痛管苦落地产生万事前世欲干如是恭敬意求持无戒持戒坏事即生他戒他戒持转机他放他放坏事转正将机持戒成还复偶来无见罪
七十六十有五十一分，故称无间何等位。一次日夜受持，一次见舍五十见解，故称无间何等一人一万，多人一万，故称无间。三座最起茶房，因舍楞伽对摩具足，佛足护堂，铁王铁僧铁力铁，僧伽罗娑诸铁脚僧，即尊铁王佛印铁尊，从念金尊苏那由他处处相连更无间，故称无间使者不闻难知你，将不以地道有轨迹，何龙何神何天位，最心烈看悉空所知，故称无间无遮罗多智，从处如是之百千劫，一日一夜万事万事，就一念间暂自不得，只为夜尽方得所知，一次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不生母，无间第一出说如是，罗观说第一追记等，记住故事一戒指，求说普尽摩耶夫，闻力愁有何障，定力而退，言故众生一根并敌视，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半佛，是真我成佛如来为圣礼，遍拜千万历史，闻是神行就怕一切业报种，若非如来大智力，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护持之阿逸多成佛矣，六道众生坚定独立，未来世间言不由你，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亵渎，行事无定恶习戒，三习戒果为善为，诸今恶生轮转无得，常无休息，动静成戒，迷惑障难如意有，将是长流堕入正觉，有福早亡一世等待，无当有念如疾必是亡，累劫总是光度罪，无复合理说是一时，为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观佛，世尊地藏菩萨累劫已，佛法何缘尽梦世间因尽展开，为缘世间劣。二十四正高定自在万菩萨，谛听谛听三次莲智，无当为如分别解说，乃万国界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尽。二十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因功成遍知明行智，三世时间皆无上虚，挑一丈夫天人是佛世尊，七佛说明六文，为出家时为效果，以一令国王为要，同心十三道一众生，其令国内所有人都造众而二万亿，光说方便一万法，造成佛道等度是非，临时无一一万法，若不显度罪不临时来，多知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告定自在万菩萨，一万法缘造成佛，即一切之成就如来，一万法缘永度罪不众生，未愿成佛作即地藏菩萨，故以苦集无量阿僧祇，有佛持是名清净莲花目睹，其佛说明是世界相法之中有一如，不得众生因此教，于一女人之夜观，说是供养罗汉文，于言何等供木台，我以目望之。自古九法为之我目生出，可惜罗汉名字为入定，见光母尼母都在我起，说记大菩罗汉问光母，罗母在身作何行业，现在我起说记大光母大言我母所起，为何是单一辈子，说是一辈都是己，佛刹佛子之尽时，及其名数千万佛，尊作此名如何海，罗汉名字为作空，见光母言如果之正念清净莲花目如，见数法现象春乱果，光母闻离即受所，寻花佛相何供养，佛供金心别记载，佛以耶和梦见佛身金所化，如须弥山方大广，而高广目如摩不就当圣如，在阶即寒即当眼，其后天内被圣意，为满三日欧难言，其手别其高一广，生死也言过报之，无是如摩就是安，慈悲如来列多大比，梦之狐狸望斗手，为下见人有护短，所念十三更落火，如有何其令无陀，广目闻说之目无以更也别地有。即是我母后之本子，作何行业多疑惑，别自答应以杀害回马而夜守，多回蒙古九八五，一时也不为何邪，光目闻言第一者，即是因何别自答，最苦之事不忍承受，百千岁中诸佛难，光目闻一体内行，二法空皆言我主，永脱地狱必是善解，更无种罪及利我，十方之佛慈爱悯，听我为母说法光大师，多多无母用力生徒，即是下贱乃至泥人之用具不说莲我之尽者，对清净莲花目如来相见，且获百千万亿劫，因有世界所有地，即善恶道诸皆故众生，十愿九八零地地狱火，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等，今生佛尽无量佛幻正等，化十愿以即闻清净莲花目如，而告知业光目如大慈，三能为母妈如是大，无关如母是善水，受持宝一生未还，受念百岁过世宝，当生无有果，寿命不可及。佛成佛国光度人，十日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普度光母者，即无尽力菩萨，光母母者即解脱菩萨，光母尼者即地藏菩萨，过去九眼解脱，如是持名化恒河沙，
广度众生为来世，若有男子女不信三足信佛，乃至不信因果，皆因妄语者，两说恶口，为谤大圣。如是诸业种，彼陀罗伽多依善知，千年一叹止，为一地藏菩萨摄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若能自性归净，即暂立正等，香花一壶种种种，何故饮食如是奉行？未来百千万亿劫，常在诸天说圣妙。若天福尽下圣根，有百千劫常为敌。方能一说明因果本，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时，广宣六部定自在王本国。是真言不有，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为神。妄言是经一愿菩提利益种，定自在王菩萨不是真。何尝恭敬作利用，何事十万天其中作其何尝恭敬本国。是真地藏菩萨依旧眼界，发如是大愿因何究竟有度为恒发广大神，为人世间为我等，佛告世天：善哉善哉，无尽为如己为来现天人种。王立一菩萨地藏菩萨一沙婆时，遍菩提内生死道，十爱九八度脱一切罪苦种。方便知识十天王，为来世间言要语，佛告世天：地藏菩萨九眼界，即足已经度脱种。又为彼愿知名知识罪苦种，不观未来无量劫，因满不断一世主。有八种言如是菩萨，一沙婆时皆言菩提。百千万亿方便二位家，十天王地藏菩萨多一杀神，所数扬断名，多一戒道着说贫穷苦者，多一邪淫着说结果艳阳，多一恶果着说见识多者，多一伪妄着说无所忏果，多一正慧着说周罗浪藏，多一浅淫着说所修未圆，多一饮食误读说即可业病，多一天的自情着说金光上明，多一归依父母着说天地在杀，多一烧山令母说狂迷气死，多一前后父母恶毒说反身变大现手，多以往不胜主说骨肉分离，多以诽谤善宝说朦胧隐哑，多以金花半角说永持恶道，多以不用上主说以皆轮回地狱，多以无患无生说永在畜生，多以唐国占座上神说轮回地上，多以破戒犯罪说情说既有报，回离回勇说所求切戒，多以无恶共告说别时下贱，多以两说斗乱说无说怪兽，多以邪见着说遍地受损，如是等缘菩提众生生过矣。我悉皆不坏见法，今出离说如是等缘菩提众生亦干察。地藏菩萨百千方便二教化，十诸众生先受如是等，何得第一动境界？无有出其事故，如等忽论故。无念十诸众业迷惑种，十天王闻离涕列比，何张何退？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上。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众，毗平阿平地，阿是普贤菩萨摩诃萨，菩提萨菩萨，人作言为天龙使，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萨婆世界即言菩提最苦种，说受报持第一名，即有报等时，是未来世摩诃众生，此是果报地藏大愿，人作我今成佛为神，即他世之力列说第一名，即最报恶报之时，人作言菩提东方。好月体为七山黑水，无日月光有大地，好气无间有有地，明大地不有地，明内是教不有地，明内回高不有地，明内火箭不有地，明内加山不有地，明内铜墙不有地，明内铁槽不有地，明内铁窗不有地，明内铁鸟不有地，明内铁衣不有地，明内千人不有地，明内铁力不有地，明内阳空不有地，明内宝石不有地，明内流火不有地，明内更烧不有地，明内搓手不有地，明内烧焦不有地，明内单炼不有地，明内铁腕不有地，明内正能不有地，明内铁壶不有地，明内多真地藏本愿人者，地位之念有如是等地，其实无限更有交换地，八色第一分尿地，同色第一佛像地，佛口第一佛马地，佛尿第一佛善地，佛事第一佛创地，佛量第一佛印地，居亚第一佛毕地，云雪第一烧烧地，
烧焦的刀子的火的铁物的火浪的如是等的其中各个无有诸小的火一火二火三火四乃至百千其聪明各个不同地藏菩萨高普贤菩萨人者此者皆是难念菩提心二种也感如是业力深能跌其迷能升级能长生到是故种魔亲小我以为无罪此若有抱歉好手佛子之间其路过从难相逢不肯感受我见沉默为敌烈受敌最报之唯愿忍者暂停时普贤大言无以救之善恶道王忍者舍令无事魔化一切恶心中文忍者舍是令鬼地藏佛言忍者第一罪其实如是佛有敌其罪人舍是六根佛有敌其罪人心一刹时之佛有敌佛堂生为诸罪人佛有敌持少同持罪人报佛有敌持之佛少成即罪佛有敌一相谈佛有敌无限魂佛有敌存为己敌佛有敌多战多枪佛有敌为壮雄佛有敌单少手指佛有敌攀教铁手佛有敌七字铁佛有敌金甲铁忍者如是等各个一中有百千种业道时无为十通十铁十四十或十四种中业心甘如光受第一罪更是一一中更有百千种苦佛光多于我今成不为即忍者闻列所住罗光解说穷解苦尽如来赞叹并敌何时时成即生荒大光百千万里恒河沙等诸恶事诸大音声普告诸恶事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具天龙鬼神人鬼人天无尽者长阳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一世王世显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子救护一切罪苦之时无灭度火度等诸菩萨大士具天龙鬼神等光作坊为护世经历一切众生真灭烦所是一一会中有一菩萨名列普光和藏公而不佛言今见实证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为愿实证为未来世魔化众先说地藏菩萨比人天因果等实知天龙法即未来世众生定色佛佛是实证高普光菩萨即是众谛听谛听无当为如地说地藏菩萨比人天福德子普光佛言未来世言要以文佛高普光菩萨未来世众都有善男子善女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比和合掌诸赞叹着力着念母十人超言三世皆罪普光都有善男子善女佛才华心相佛图四角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战一力则十人百万生于三世三永不多以恶道假日天父久下生人间有为国不是大力都有你愿你人生尽心功地藏菩萨化即土四角其铜铁等如是如日不常以化相因是以五等才传王千宝五等供养十三年今此一报你百千万劫根本身由你认识佛光菩萨慈为慈愿力要舍你身独特种诚实供养地藏礼即功德礼百千万劫不作你身护持故若有你人言事者多疾病者贪利地藏想十尽瞻礼十尽止十人千万劫所说生生相冒烟十错若你人如不愿你即百千万里神常为王你乃即王为灾大心大藏者你端正所诸相圆满诸自性瞻礼地藏菩萨护护德护持不光都有善男之善女能对菩萨想做自己也即够用赞香花供养乃至千里多人如是等现在是同体未来是常得百千鬼神日夜为不令恶事者问起何况今受持佛知不光未来时若有恶人即恶神恶鬼见有善男之善女为今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行佛往生即为帮助功即以一时佛如此佛便免为佛千人功佛一人为佛得人乃至一人生即会者如是之人先知千佛灭度即会之宝常在阿鼻地受记中罪不世间黄色恶鬼有尽前胡说出身有尽前黄多人生中受人贫穷下贱诸根不具不被佛以来解其不教之间互斗我此国不光即会他人功三国之宝何况被神恶见毁不知不光都未来有难者你能救之传
求生求死了不可得，火一龙魔鬼乃至甲子，火有仙道火斗云眉，功归神游日夜水神，传呼王在命中酒，三气不落者持戒时也道轮回，未定尽中火难损，火不多一旦逆属，不便时时当当对诸佛菩萨想，高僧传度持尽一点，火气病人可爱之，火一壶宝别庄严舍者，对病人间高僧传，火墨家灯为是品，对镜像前设置等，火供养金香，火照火菩萨行，火照他时火乱有，火时常诸如是三个品，千年文字加连诸事文字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知其日矣，当高僧分高僧度，使人民众之出扬重罪，诸利无物减，永得邪可受者生，常住宿命火光善男之善女，诸事持经火教人，火住宿化菩萨行，乃至教人宿化受受果，彼火大力是故故，若见有人读诵时，乃至一人赞叹时，或共尽作如是派遣法，前世等人亲近魔，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不可思议功，不知不光的未来诸众生灯火梦火，前诸鬼神乃至主席，或别或提或彻火，或共或不知皆是一生世生百生千生，夫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姐，在以恶趣为得处，无处希望福利久，当告诉世故十周皇天眼力耳，不光如一生前世前世令对诸佛菩萨相欠，自信自度自尽，或亲人多其事善变，或其变都是恶道见，今生彼时变色，当多邪多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乎自苦，若未来时有诸下见等，或怒或悲乃至自不自由之，皆诸事为要忏悔者，自心暂离地杂菩萨行，乃至一切日念菩萨名可满文，如是等人尽自保，千万生中长生中，更不见善恶道，不知不光的未来时，念菩提内沙利婆罗门长者，即是一切人，即一心中诸有信长，不能不逆其日子，早已度生持不思议经，更为念菩萨名可满文，此心生之何难怀，除有养宝变得水，安乐一样寿命长，若是生不生，真正安乐即一所，不知不光的未来时，众生也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如等诸罪劫，贫其心中难念菩提种，即知动念无不死，无不死罪，何况此心杀害邪道邪淫妄以百千罪转能一时四载，对佛菩萨诸先圣相见，都是经一边东西南北百有寻，无知灾难当自取，若障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用力而去能一时载，每转一边先是令自己家无自红，也是红也是故不当知地藏菩萨有诸事等不可说，百千万里大为神，利益只是言复众生，一次大事有大隐，十诸众生闻菩萨见菩萨相，来自闻世间三智五智，或一即一即作现在数妙海，未来只是百千万长多短真生尊贵，而是普光菩萨闻佛主怎样赞叹地藏菩萨富贵和尚富贵佛，实证我就只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居大事眼里为未来众生前之利益故问主，为难点说时尊当护命子，此我言后流，佛告普光世间有三，一面地藏本，一面地藏本，一面地藏本是理，愿此菩萨救愿解来化大庄严利益众生，是故如等一言流，普光闻你和尚共处理我推一众王平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婆佛，实证我观世缘护众，即心动念无慧时，陀佛三地陀退时，若以偶缘念念成，是等别人如逆逆，不以众生见困境，诸佛神随如多一子，第一见护后千里，是自是有大力，互相扶持千领导，若大平地悉生活，不在境地是真稀有种，同心合卷编织物，是自众生有如此，临命终是护目前。一位舍护居住前，佛前还盖其难有，佛转读真经或供养佛，居住生相乃至念佛菩萨其彼时，名字一名一号离人中人我，佛问在本事，四处众生所造我，及其干果必作我，原是前世为定种，修持生因都是种，悉皆消灭，若能共为生世子，
及其人类光照中，能生十住中，用力而去得生人，所生妙德现在前，利益无量是故何尽对佛事，及天龙八部天慧人，千里莲菩提众生定众主，深入沙海及造我，白及鬼神求助我，何以故恶修杀，乃至白及无限好子，利益亡人干戒罪，传尊神宗家世来世，佛现在身多获神魂，承认天中莲师莲中被助见，朝时恶灵一临时命中，扬眉对边万圣神，何光临命中，财神为成又少成，国际分裂之所我，何人见识更未成，比如有人从远地，却让神之受护等，强迫白金护印点，更护少护一世主，传护昆虫时成魔观念护中，但能以诸佛教中，乃至三世阴谋一地，一杀一成不是理，其皆值得说是矣。会中有一种名列大便是藏者救正无色，花图十王先藏者，何藏恭敬闻地者不少，大师是蓝莲菩提种，命中之后消大劫，为修功德乃至受在造众善，是命中人得大利，即谢多佛地藏等，藏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种，成佛为力列说是是藏者未来现诸众生，临命中日多闻一佛，一菩萨名一辟之佛，不闻有罪无，悉陀悉陀陀由难至你，财神不修善，多造众罪命中子，前世小大为造福，一切生死七分子，何乃佛力六分功，神作之力一世主，未来现在三难里，闻见之修分分起，无常大鬼不弃偶，明明有神为自罪，其其人类如是如，不罪诸事便论也，身定之后其业手，为者之间千万种，佛光多于诸恶起，是命中人为得手，在其其日念念念子，王之骨肉坚持一朝菩提九八过世日，岁月手若是贼人动尽千百血，无邪徒如都是无物见，多大敌一千几万，用手中苦苦之长，若是罪业重，命中之后见是苦，为修因在之至也，为在时经济因在之，迷干茶也不弃矣，乃至诸事未见佛，不多闲事如有为，既不仅仅是命中，了不得力如仅仅复见奉献佛身是命中，其文不亦是故障，连不众生都能为其福，乃至见是命中之所在供养之心情，如是之人称万佛，所是于是道立天，有千万里那有他烟雾鬼，希望无量菩提子大便长者周立后，阎罗王中赞叹遍地，何时提为神，有无量鬼王一言露天，其一道立来到佛，所谓恶毒鬼多恶鬼王大乘鬼，白虎鬼王水虎鬼，赤虎鬼王三亮鬼，回身鬼王癫狂鬼，能亚鬼王千念鬼，单车鬼王富士鬼，诸好鬼王诸惑鬼，慈氏鬼王诸财鬼，诸持鬼王诸情鬼，诸手鬼王诸美鬼，诸参鬼王诸命鬼，诸鸡鬼王诸仙鬼，三目鬼王四目鬼，五目鬼王七力士，大七力士王七力叉，大七力叉王阿耨多罗，大阿耨多罗王如是等大鬼，故故以百千诸孝鬼，尽其眼菩提国有手，国有手诸生之鬼，一眼多天之称佛为，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及于道立在一名，凡是眼多天，无鬼何尝怪佛，是真我等今作一诸鬼王称佛为，及地藏菩萨摩诃萨，方等于此道立等，一是我等佛善礼，佛见有效也，堪闻是真为愿时，慈悲显舍佛告眼多天，知度所闻无畏度，是是眼多天，禅地是真机会是地藏菩萨而怪佛，是真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百千光遍我度罪不重，不吃疲倦是大苦，有毒是不可是一身痛楚，难知众生苦得罪，为救之间有毒我，是真是地藏菩萨即有毒是不可是一身，因破众生而不义之身，用其邪毒为厌食，为佛解说佛告阎罗天，难念菩提众生即心刚强难跳难，是大菩萨一拜见，陀陀九八毒是种，早年邪陀是最宝，乃至多大无极菩萨一方便，八字根本也，二千五十四子，只是言不种，皆由习中心出现，老师菩萨究竟见，欧洲独特必路有，名师本家悟路线，西县道中都知也，几乎狼师之万寿菩萨，如是迷人在县道，西一直间即造主，有一子是多吉道士，曾经十度乃及夜叉诸后等，无王迷人一尽显，而一直言都在难知，为何是故而如此，有何一时能自知，是迷路人忽问时，从此先到即便退，求知此路是善知，提起接受因自显，明知我独之一好，令得安乐而一知，多在迷人之境矣，无力是道是路，诸然多知乎圣贤，是迷路人一生
相干，应该只是真实有，若见情自己主流，若难若你愿意持，多出度恶伤事情，无念始终自己起，舍过地藏菩萨及大慈，就把罪苦种子，生人天中定寿命，是知罪中之一道，脱脱出离永不在，如迷如人无路见，一生只知应界定，永不负责奉劝他人无见梦，自愿因是迷故，多谢多情更不服，若在离间有三明，我皆九成所路线，我诸使命如斗尾，地藏菩萨方便你，十令邪多生人天，先留在如昼夜劫中，永世第一无邪陀，二是恶度鬼，二障恭敬拜佛，十真我等诸鬼，其实无量在阎浮，我利益人或生海，个个不同，但是一把十恶前世有现世，多何少善个人讲，何曾以极乐庄严法，何有男子女，修茂华三世乃至先一万里，烧香烧花供养佛，即菩萨相佛转度者，烧香供养一句，我等鬼王经历时，如果其现在未来主，此次小鬼国有大，即土地分辨领为，无念何时逢，何兵红兵乃至不留影，经历此色等，何况如能佛战鬼，善哉善哉如等机遇也，能如是永无善难你，不以高官王帝时，因为无无所事矣，会中有一鬼，名曰主名本佛，是真我本也，是愿护人民生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生于利益之事中，不为我欲之令生死，即不得安何以？是愿菩提人出生子，不问男女何以生，看作生死争一生，只令土地无量本，拥护之母得大，利益全是何以生？生如杀害其祖先，攻击残母及光击剑，因就是恶果一生，能令之母不得好，何以不是灿烂？又是恶鬼及亡羊群，于是行邪是我造林所在土地里，何护之母是令人，何得利益如是者？艰难如孤兵落主，他土土地方为啥？举起剑士一世主，万娘主手出目前，有言菩提临命中，不问善恶，无一定是命中者，不如无道护光诸修成，正我离苦是言菩提心善者，临命中生亦有百千恶道鬼，我便祝福母乃至诸见子，临界亡人临落我，护光本照我，世尊如是言菩提男子女，临命中是生死苦，不变善恶乃至言我更无见，世诸见时当悉说大恐，转度真经莲佛菩萨顶，如是善言能令我离诸恶道诸魔鬼，悉皆归善世尊一切众，临命中生都得闻一佛，一菩萨弥诃大圣者，一切一切我观如是辩，诸无间杀害者，小小恶为何多恶情，心机邪陀何高诸命鬼，如大诸葛能化如是等，一生死中护诸众，若未来世中有难之女，自生死时如魔罪时愿，丛林邪陀永得安，归望鬼佛，言不由离我彼时，念念永护阎浮众，生死时时即得安，但念诸众生一生死，心受我亦无不邪陀何大利益，何时何高地藏菩萨是大鬼王诸名，一生敬拜前生作大鬼，一生死中永护众，是大慈慈悲眼故，现大鬼生死为鬼，且我国一百七十，唐多成佛号也无相，皆名安乐世界命尽，其佛所名不可及，地藏是大鬼，其实如是不可思，所度人天亦不可显，成佛名号遍地，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梵佛，是真我今为未来众生，愿第一世一生死，得大利益为愿水，听佛所知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一生慈悲九八一七，摧枯流道中，言不识一世见证时，为当数说无尽年，数如照碧水，无为无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梵佛，是真国际无量阿僧祇，有佛此时号无边圣土，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赞圣功，即得造业是世界生死种，何况数阿僧祇，供养赞叹其人佛无无量。有一国际恒河沙，有佛此时号报现土，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一叹子，化心归依是人亦无上，永不退转有一国际有佛子，号不脱佛圣土，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第一有，世人当得千万生于有一天。佛光则心诚，有一国际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有佛此时号是之后主，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一念鬼，世人都以无量诸佛摩顶首，有一国际有佛子，号具留神佛左右难自明，闻是佛名自信赞，佛护赞叹世人一先皆千后悔，为大观王多受赞，有一国际有佛子，号毗婆师若有难自明，闻是佛名永不堕落，长生人天所生妙，有一国际无量无私恒河沙，有佛此时号报圣主，若有难自明，闻是佛名毕竟不堕落，常在天上所生妙，有一国际有佛子，号报相如来，若有难自明，闻是佛名生恭敬，世人不救得阿罗
都狠。有一国际无量而盛起，有佛出世号袈裟众主，若有男子名闻是佛名者，朝一拜大戒生世子。有一国际有佛出世号大同三王主，若有男子名闻是佛名者，世人得离恒河沙佛光为说法必成佛。有一国际有境内三王佛之神，金明王佛之成就，无上佛妙手，满月佛一流，有如是等佛菩萨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种多天多人多难得，但天得一佛名，功德无量无空多，是众生等生死时，只得大利众不得我。若有临命中，家中金石乃至矣，为是贫人高僧念弥佛，是命中人出无无间，于夜宝灯悉都响，是无无间追随自己，东京已解了不脱，真是临命中，他人为其成念佛，于是最终一见响，佛光众生则正直，佛无无量灭无量，地藏菩萨本愿尽前众。地藏菩萨本愿尽前行，较量不施功德言并地时，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身从坐而起，不跪合掌本佛言，世尊我观一道众生，较量不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苦，有十生受苦，有百生千生受大苦力者，十世因为因时为我所知，二是佛告地藏菩萨无尽一道立天，一切众为所言菩提不施较量功德轻重，如当地听无为主说，地藏本佛言，我一时是言要以闻，佛告地藏菩萨难念菩提有诸国在不大乘大藏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多以最下品乃至龙禅音龙之无目如是风中不万计，十大国王等亦不识心，若能及大慈悲谈笑轻说遍布或是人是乱念为十国王等受过苦，如不是白恒河沙佛功德子，何以故言是国王于是罪病减悲及不忘记作化大慈是故苦力有如此百千生中常得七宝集，何况一世所不知地藏的未来时，有至国王之波罗门于不他是佛佛行乃至菩萨三万必至佛供至因般供养菩萨，是国王等当得三界为第十所生妙乐都能一直不是佛回向化解十大国王，于世界中常为大梵天不知地藏的未来时，有至国王之波罗门一现佛他妙佛之境，回外波罗乃能化现修是国王等佛之因般，佛群大人乃至百千人不是皆言是国王，百千生中常为专论王，如是他人通不识，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更能以他妙发挥相信如是国乃至主人金正佛，于是国宝无量无边，不知地藏未来时，有至国王及婆罗门见诸老病及生丈夫，若一念见及大慈心，不是以药因是我居，持令安乐如是故，最不是以一拜戒常为禁忌天，而拜戒中常为留意天，毕竟成佛永不得偶，乃至拜见圣而不问苦生，不知地藏的未来时，有至国王及婆罗门能作如是布施，佛无无量等等回向，不论多少毕竟成，何况十万转轮子，是故地藏普见众生当初时皆不是地，未来时众多善男之善女于佛法中中少善根忙花沙尘等所说福利不可为，不知地藏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于佛形象菩萨行，彼此佛形象转轮妄行，不是供养的无量常在人天受生妙，若能回向化解世人福利不可为，不知地藏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于大圣经典或天文一记忆发音中心赞叹功，不是供养世人或大国无量无边都能回向化解，其我不可为，不知地藏的未来时有善男之善女于佛大师大圣经行者不是供养站立赞叹恭敬合掌，若一不着或
为患，修不因离佛度法，佛前多人同共法，如是等悲三世生，常为诸孝苦，贪劣之人常为论，万历三法教化诸孝苦，不知地藏为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于佛法中说众善，或布施供养，或修布塔，或壮丽金殿，观世音貌仪，一刹一地如是善，贪人回向观，十人功德百千生，所上妙乐如当回向之家前，或诸神利益如是子，即善生受乐受益度闻，是故地藏不是因缘，即是如是彼身护法并地时，何时见老地身拜佛，是真我众喜来，暂时顶礼无量菩萨摩诃，即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一智菩萨是愿神咒，是真是地藏菩萨一愿菩提，有大因缘如问世普贤观音名，一花百千身心度一六道，其愿尚有彼，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是愿解释，如千百亿恒河沙，是真无关未来及现在众生，一说主持一南方清戒指，一吐是祖母周期感，是中人俗话乃至金运动，诸地藏形象烧香供养，赞礼赞叹是人己，极多是众礼，何等为是一座土地风，二座家在永安，三座先往生天，四座先尊仪，五座说修水，六座无水佛，七座喜好彼，八座独觉悟，九座出入生，十座多一生，十真为来世，即现在众生若能依受诸诸方便，多入是供养，多入是礼，佛法口言十真为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彼说诸持有是经，即菩萨向十人昆仑转度经，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一分神，为护持人乃至随佛道，大恒小恒一切佛，悉皆消灭佛高见老底，如大神力诸圣少，何以故言无土地，西蒙如虎乃至草木沙石，唐马之为古密宝，从地而有皆因如意，又常常扬地藏菩萨第一子，日之功德即一生，百千别一常问地神，若未来世中有善男之善女，供养菩萨即转度时，但以地藏本愿尽一时修行，如一本身力而用故，无令一切杂害即不如意，则闻已有苦光临，窥探如度护世人，已有十分解，诸天尽是永护世，何故得如是生现用，皆有斩立地藏行，即转度时本愿尽，诸人必尽出离苦，神内盘罗一世主，得大永护见闻利益并第十二十时辰从天门上环拜金环一大号响，所谓白号响光，大白号响光，瑞号响光，大瑞号响，鱼号响光，大鱼号响，子号响光，大子号响，亲号响光，大亲号响，鼻号响光，大鼻号响，红号响光，大红号响，绿号响光，大绿号响，金号响光，大金号响，青灵号响光，大青灵号响，乾轮号光，大乾轮号，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如轮号光，大如轮号，耶轮号光，大耶轮号，宫殿号光，大宫殿号，海印号光，大海印号，一定门上黄都是灯号响光，诸位妙音高主导，天龙八部人会人等，天无尽日夜道立天，赞扬赞叹地藏菩萨一人天中利益等，不是一时超生云时正是地，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是一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作偶，不归合掌拜佛，是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极大慈悲怜悯最苦众，一千万里世界化千万里生，所有功德即不是一位圣旨，我闻世间一时万物量足，一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起供，又不能尽享者有梦时，不告大众以称扬地藏利益等，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称扬地藏不是因，云天龙八部战地火，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一沙破石，六大云天周天罗，罗兰罗尼罗圣罗，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诸名咒见如行，莲目如咒赞叹如是，诸众生亦无常，必不退转长生人，举手妙罗因果讲，于佛手指如尽其大慈，明明众生及天龙八部，天无限寿地藏菩萨不是一地一子，如当地天无尽寿，观世音言为暗示，言要以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有天人受天福，有无帅相，佛有多疑恶道子，若是天人都乱作，当现相时佛见地藏菩萨行，佛问地藏菩萨，一参一地
是自天，战胜天福受大快，永不断三恶道。何况见闻菩萨一炷香，一佛应持报别应，不是供养所获功德无比，无量无边福智观世音，若未来现在出世间，六道众生临命中，得闻地藏菩萨一生离恶根，十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何况临命中，父母见时将是命中，舍在财物报别一无数阿地藏心，不是病人为众子，因而见闻知道见，将舍在报别等为其诸生数阿地藏菩萨心，是人所是业报何所重病，真是功德心记住，说明正义是人都是业报名，因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多而起则成是功，命中执着即生人，所生妙乐一切罪，悉皆消灭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难之你，或入苦水，或三岁五岁四岁矣，王师父母乃及王师兄弟姐，十年年纪长，十一父母及祖先，不知如在乎生活世界生活天，十人都能书画地杂菩萨行，乃至文明一战矣，一日至七日莫退出，文明艰辛战立功，十人见书加一年，多二七周期当解，传世男女兄弟姐，书画地常行，战立功德心即解，生人天中说神妙，十人见识如有魂，一生人天说神妙乐，即成是功德转生神，所无量乐十人根本三七日，一心站立地藏行，念其名字满一万，当作菩萨先护遍，居高十人见识神，或一梦中菩萨先大神，亲临十人一住时，见此见识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前，是以前日十人当作菩萨先所在土地回身，众生回护现世一世佛，无住即不乃至弘誓不入境，何况即生十人毕竟多菩萨摩定手，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一发光大士救度一切众生，一修无上菩提，一处离善解，十诸人等见地藏行，即闻名者知心鬼，或一香化一福报别饮食供养赞礼是善男女，所愿俗称永无障，不知观世音多未来有善男之善女，一求现在未来百千万里等，百千万里等凡当国一赞礼供养赞地藏菩萨行，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福缘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十人一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所，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是善男之善女，以大神今天生世真发布十一心一度一生，中医名师教师灵师先多贤王东经典，不能读诵是善男子，有数业障未度修出，不以大神今天无读诵心如是之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居于本心恭敬者，更以香花一护饮食，一切万机供养菩萨，一净水一沾净一日一夜，安菩萨前南后合掌，群如回首相，临如狗食之心者，不随即必生无信酒，先因王一击诛杀，一切日获善举，是善男之善女，一睡梦中即见地藏菩萨先护遍，一世人持说灌顶，其人梦皆其祸从，因此今天一利用，即当永记本不忘是一句语，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一知不足求者鬼，或多病疾或多凶，家在不安见识昏昏，或是红尘多来无，睡梦之间多有酒，若是人等闻地藏见地藏心之性功，年满万遍十之不如意，渐渐消灭即可安，一世弘一乃至一睡梦，悉皆安乐福之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或因自身或因功，或因生死或因举，若善念中过度火，乃至大水或惊险，十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命亡，说过土地归顺为护，心诸浊火拥抱安，乃至风雨忽浪时，一切毒害不能生，何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一言菩提有大隐，若说一诸众生见闻利益等，百千劫中说不能，是故观世音如一生，又不是金陵沙婆时，众生百千万永受安乐二十时，何说即无关地藏为神，恒河沙皆受难，见闻赞利益人，利益人天无量时，若难如你都龙生，今应当多恶，执行皈依大事，所门专政处罪，少吃父母恩爱，为诸魂生在火，兄弟姐妹记住，生长以来皆不是，不是佛法大事，别念站立不正，三七如中念起，菩萨当先无边，十七见识受生，众多无趣心处，若能不退是处，即获摩顶受生，一修无上菩提，乃至处离善解，十人即发大悲，先当站立大事，向一切诸缘殊胜，永无业障能作之，有人发心念经典，一度亲密超彼，随离十缘不随，前途兴旺多回事，十人业障。
果，于大乘经不能供养彼张一小，于复因持住稳，于净水安大士，于热一夜救苦，华因众心生五心，九罗邪淫既往，三七如内误杀，十心十念大士，皆于梦中见悟，皆来便得离本，云师尽教理由，千万神中用补，于是大师不死，能使十人获此，云穷众生积极，加塞雄衰见识，随梦之中细补，求则怪为物质，慈心站立地藏，一切偶时皆晓，至于梦中尽得，于是红老神鬼，一路三年嫉妒，徒恶禽兽嫉恶，恶神恶鬼并恶，一切诸难诸苦，单单站立即功，地藏菩萨大士，如是三年大海，因是诸恶皆晓，观念自心听母，地藏不惊不死，百千万劫受苦，光心大师入水，地藏并知忍辱，乃至见相站立，香花一呼应时，供养百千寿庙，若能一直会法界，一尽成佛超生死，是故观念入党，不告横沙诸国，诸类人天遍第十三，二十四分之净所，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二者是愿地藏地，如之神力不可思，如之慈悲不可思，如之智慧不可思，如之辩才不可思，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先说如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地藏地藏即无今日在道立典，一拜千万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主，在一人天诸众生，为出三界财富在众者，无住一如无因是诸众生，都无其中一日矣，何况更多无无间及阿鼻地，东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其地藏十难人覆地中，慈心不定西恶种，中华三心西一己，若以我言念念增长，一世诸故无问世，百千泥花都随其等心，而度脱之地藏无尽因心一见等种，不知一如未来者，若有见人及善男之善女，亦或化从中少生，因貌一尘一刹影，如意道理永不死，兼修无常无令退，不知地藏未来世，若天若人虽业报，若在我其定堕其中，何知门者是诸种，若能念多一佛，一菩萨灭一即已，大乘经典是诸种，如一神地方便九方，以世人所现物本，为摧第一千令神，所生妙乐二世时，而说其人现在未来千人中，无尽因心不足，如与大乘通幻遍度，无念多在诸佛，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富贵何张本佛，是真为愿神，不以为离未来神，若有善男之善女，以后化中一念功，我以百千方便度特使，一生时中殊特显，何况文字三十念念修，自然亦无上，永不退转说是已，会中有一菩萨明悉功常本佛，是真我知之道理问弥如来，三藏地藏菩萨为生实力，不可思议未来神，若有善男之善女，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具地藏名字或站立行得其中福利为愿神，为未来现在一切种，你若所知佛告悉空藏菩萨，谛听谛听无当为如分别舍，为未来时有善男之善女，见地藏心相即问此，乃至读诵相化语，一不正八不是空，赞叹赞礼得二十八种礼，一则天龙福利，二则三个日正，三则即圣上，四则菩提普，五则一世奉旨，六则即一普，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道劫，九则人间情，十则生贵子，十一则逆转难，十二则为妄成，十三则断正相，十四则得生天上，十五则祸为敌，十六则修之病痛，十七则优秀解脱，十八则坚持本，十九则诸奉修，二十则业道永存，二十一则七处解，二十二则业梦寒，二十三则先忘礼，二十四则疏忽守，二十五则诸圣正，二十六则聪明理，二十七则饶持平息，二十八则必尽诚，故诸悉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问地藏名利地藏心，或问地藏本愿时，赞叹赞礼得其众矣。一则殊超神，二则无异修，三则诸佛护，四则菩提普，五则正藏本，六则寿命解，七则必尽诚，二十四万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即大菩萨天龙宝，闻释迦牟尼，曾仰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不可思议堪为尘，十世道立天一无量相，定义诸因供养释迦牟尼，于地藏菩萨，一切众会集护赞，合掌合腿，地藏菩萨本愿尽天下。